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《我爱发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陆博。建设的诸多工序中，最基本的一项就是和水泥。具体讲就是将水泥、砂石骨料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搅拌，最终形成了造屋垒墙所使用的混凝土材。发明的便携式搅拌机通过三代改进，利用大功率电机带动螺旋叶片，增强了搅拌力度，增大了搅拌受力面积，达到均匀翻搅灰浆的目的。郑师傅发明的这台搅拌器效果很不错，特别适合小的施工队使用。